女儿不孝，还没来得及让您享福，您就走了。小冉，啊、哎，林总，林总，林总今天有些累了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林总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林总节哀。 妈妈，爸爸怎么还没来？圆圆乖，爸爸肯定是工作忙，肯定是有事耽误了。我们再等等。嗯、老丈人去世，女婿连葬礼都不参加，八成是不想来。阿言，你别这么说。长江他刚接手林氏集团，肯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我相信他，你就护着他吧。妈妈，爸爸到底还来不来呀？爸爸可能来不了了。 你快看，亲自去机场接人，两人关系亲密，疑似旧识。陆长江这个王八蛋不来参加葬礼，原来是去接小情人了。成江他不是这样的人，这些记者只会捕风捉影，一点职业素养都没有。陆长江和那女的都快抱在一块了，你还不信？你脑子糊涂了吧？凭这些莫须有的新闻，我是不会相信他出轨的。那葬礼怎么解释？ 是你爸的葬礼重要，还是去机场接一个女人重要？我回去亲自问他。如果他真的背叛你，你就跟他离婚，官司我帮你打。长江他不是这样的人，我相信他。爸爸、哦，爸爸，圆圆。哼。<coughs> 爸爸，我们在外面等了你很久很久，你为什么不来呀、啊？我都快累死了。林然，你也太不负责任了。圆圆这么小的孩子，你让他站这么久，累坏了怎么办？圆圆，先回屋休息，好不好？嗯。程江，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我去见了一个客户。什么客户？用得着你亲自去机场接送吗？林然。 你派人跟踪我，这新闻报道都铺天盖地了，我想不知道都难。这么着急回来，就是为了质问我？行，那你问吧。我问你，我爸爸葬礼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作为女婿全程没有露面，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？工作重要，葬礼重要。 况且你爸生前我已经尽过孝了，不就是一个仪式而已吗？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原来你心里是这么想的。正好你回来，这里有份离婚协议书，你签了吧。协议这么快都准备了，看来你早就想离婚了。里面已经写好了，离婚之后我给你一千万，另外。 养孩子是需要物质条件的，所以说圆圆得跟着我。你想得美！林氏集团是我家的产业，凭什么？还有女儿就更不可能。圆圆是我辛苦怀胎十月生下来的，要养也是我养。就凭我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这些年我为公司日夜辛劳，无数个项目找了，才有了今天的辉煌。而你不过是个家庭主妇，你懂什么？给你一千万已经够意思了。家庭主妇。 你别忘了，是谁让你当上了总裁，又是谁让你有了今天的生活？我爸生前待你跟亲生儿子一样，如今尸骨未寒，你说这样的话就不怕闪了舌头吗？我不是给了你钱了吗？你要是觉得不够，这个房子也可以给你，反正这婚我是离定了。离婚可以，但是我有两个条件，只要你同意，我就签字，也算是对我们的婚姻留最后一次体面。说，第一。 孩子归我。第二，你净身出户，不可能。你想清楚了，这是你最后一次离婚的机会。如果你想反悔，我可不答应。这可由不得你，不签是吧？行，咱们法庭上见。青云，你怎么来了？程江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有很多地方不熟悉，你能帮我找个地方吗？他就是你去机场接的客户。 这就是你不参加葬礼的理由吗，程江？你要是忙的话，我就自己去找，就不麻烦你了。星云是我朋友，<我>朋友之间互帮互助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走。嗯。妈妈，妈妈。 爸爸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圆圆，别哭了，妈妈会永远照顾你的。陆成江，我是不会让你如愿的。租这么大的房子啊，应该花了不少钱吧？这房子是我买的，一直空着没人住，现在正好给你住。成 <laughs> 江，谢谢你。才俩人说这些干什么？ 我的就是你的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还没有离婚呢，要是被人听见，我可怎么解释？啊？离婚的事我会尽早处理。我已经花钱请了最好的律师，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。林冉这个贱女人想让我净身出户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她想让你净身出户，做梦！我不会让她得逞的。嗯、林氏集团和女儿都是我陆成江的。你想要陆圆圆的抚养权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 如果孩子丢了，就是身为母亲的失责，抚养权自然是我们的。清云，你不愧是我陆长江看上的女人。哼、嗯嗯啊。圆圆，这边。嗯,嗯、啊啊啊。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呀？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他让我来接你的。真的吗？我可以见到爸爸了。当然是真的。走吧。苏青云，他怎么在这儿？哎啊啊！是你。 妈妈，圆圆，赶紧下来！妈妈，这女的一肚子坏水，就差把“使坏”两字写脸上了。是程江让我来接她的。怎么，女儿想见爸爸，你拦着是几个意思？啊？陆成江要是真想要孩子，让他自己亲自来接。你是他丫鬟吗？这么急着给你主子献殷勤，你，哼，算了，我不跟你吵。是程江急着要见孩子，你拦着也没用。 哎，圆圆，跟阿姨走！我不跟你走，我要妈妈。你不想见你爸爸？是爸爸先不要我们的。干什么？放开！<laughs> 看见没？是程江亲自打电话来催了。你们还没有分配到抚养权，父亲见女儿是天经地义，你拦也拦不住。嗯。<laughs> 好，好，好，跟我玩这套是吧？ 快来人呐、啊！有人拐卖小孩，快、啊、来救救我女儿！我哎呀，这年头人贩子竟然如此嚣张！大家快拦着，别让他跑了！不是人贩子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有证据的。是你骗人！我根本不认识你、啊。<laughs> 孩子都说了不认识你，该死的人贩子！该死的人贩子！祸害了多少家庭、啊？你们听我解释！啊啊！他快跑了，<laughs> 大家快拦住他！啊、算你狠！ 死绿茶，竟敢上门挑衅我！圆圆<元>做的不错。嗯。林然这个贱人，不仅让我颜面尽失，还让我白挨了一顿打。好了好了，这笔账先记着，我一定会替你讨回来的。你说的好听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你要是再不离婚，我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啊？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被别人叫私生子吗？我已经联系好律师。 下周就能开庭。林冉这个贱人只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要到正事上，她可斗不过我、啊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她要是有脑子，就不会把林氏集团完完全全的交到你手上。好了，别因为这个坏女人而气坏了身子。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做检查，嗯、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的出生。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在家都能把脚崴了。别说了。 我觉得我是命犯煞星，明天我得去找个神仙拜。嗯，陆长江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嗯、啊，是你的产检报告什么产检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哼，我们走。你不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？和你有什么好解释的？ 下周就正式开庭了，有什么话法院说。<laughs> 小冉，那孩子该不会是陆成江的吧？他不是刚回国吗？这么快就有了？两个月前他出过国一次，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怀上的。这对狗男女这么早就暗度陈仓了，呸！真不要脸！官司我帮你打，保证陆成江连裤衩都输干净。 怪不得着急和我离婚，看来是有人着急给孩子上户口。何律师啊，如果我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成功率会不会高啊？当然，如果你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公司的资产配置时间太长，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完全分割，法官一般会搁置不处理，离婚放在第一位。那我就放心了。 请原告陈述起诉的事实和理由。我方当事人与林女士夫妻情感不和，请求离婚。婚后承诺赠与林女士财产一千万，并且放弃孩子的抚养权。请被告及其代理人发表意见。林氏集团是林家的产业，陆成江是入赘到林家，靠着林家家底走到如今的位置。我方当事人的意思是，陆成江净身出户。 林氏集团现如今由陆先生管理，并且在陆先生的经营下一直增值，并且陆先生承诺给予林女士一千万。于情于理，陆先生都不应该净身出户。行啊，不用净身出户了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这婚我不离了、嗯。你跟我耗着没用！ 我不可能同意净身出户的。我都说了，不用你净身出户。我们结婚多年，感情深厚，又没有原则上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离婚？嗯、审判长，我觉得这个婚真的没有必要离。我跟我老公感情好着呢，他只是在跟我置气。男人嘛，都是这副德行，回家好好哄一哄就好了。婚姻岂是儿戏？既然你们双方都没有想好，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 啊！审判长，别走啊！小冉，陆成江都出轨了，你不会还爱着他吧？你以为我是这么肤浅的人吗？那你这是林冉，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你跟我叫嚣也没有用，我都跟你说了，离婚只有一次机会，你不听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会再次起诉，直到离婚为止。哼！ 二次起诉要等六个月之后。你是故意不让他和那个女的结婚是吗？他着急给孩子上户口，我就拖着他，看谁耗不起。哎，赶紧搬过来！哎，对对对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妈妈，圆圆，咱们家里是进贼了吗？他说：“爸爸指挥的。”林小姐您好，我是陆总的助理。陆总吩咐我把他的个人物品全部都搬出去。 这陆成江是想离婚离不成就打算离家出走，这我不太清楚，我也是听陆总的。行行行，你赶紧搬吧，正好把我的东西也一起搬走。啊？喂，是陈总吗？我这里有套房要卖，给你打八折，有没有兴趣？你真把房子卖了？对啊，不是你图什么呀？那房子可是你爸留给你的。 为了赌气，也不至于玩这么大吧？我赌什么气？那你到底为什么卖房子？这房子乃身外之物，我空着倒不如换钱实在。我爸要是在的话，也会支持我的。你把房子卖了，那你准备住哪儿？哎，你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。算算时间，东西应该到了。你准备去哪儿啊？回家。 你不是刚把房子卖了吗？这什么跟什么啊？怎么还搬女人的东西？谁让你搬这些东西啊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让你们搬我的生活用品，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我也是听了老板安排，是我让他们搬的。林冉，你又做什么妖？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是不可以分开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住在这儿。 这是程江借给我住的房子，你凭什么住这里？真是有够搞笑的！你笑什么？都忘了？你最近是不是记性太差，忘给你脸了？程江，说句话呀！赶紧给我滚，这里不欢迎你！你要赖着不走的话，保安可不会跟你客气。保安！死绿茶，真当姑奶奶不会演戏是吧？ 哎呀，这世风日下，我一个弱女子拖家带口的，竟然被老公赶出家门，还有没有天理呀、啊？赶紧站起来，演够了没有？ 成江已经不爱你了，死缠烂打，真不要脸！不许你骂我妈妈！我看过电视，像你这种破坏爸爸妈妈婚姻的人叫小三，小三，小三！再说一句小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哎呀，我女儿可怜呀，亲爹杵在这儿，竟由外人欺负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行了，你想住多久住多久，这才对嘛！ 哎，师傅，这个衣服给我放主卧啊！什么？主卧已经有人了，那就把东西扔出去啊！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当然得住主卧呀！这个贱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别和这个疯女人一般见识，她不是要住这儿吗？我们搬回原来的房子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以前的房子啊已经被我给卖了。什么？卖了？估计这个时候都已经换了锁了，要不？ 地下有个杂物间，你就搬进去住吧。以后我们四口人呀，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。做的是什么吃的？也就你能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吃了我的饭还大言不惭，跟我说话客气点儿啊！这里是我家，想要住就得干活，要不然就滚！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就凭我们两个是合法夫妻。够了，林然，有完没完？ 别气了，这顿饭就当是喂狗，咱们出去吃。敢在我面前秀恩爱，让你秀个够！哎，就是这个女人，破坏别人的感情，还给我们小区抹黑。哎，大家都要看清楚，以后见到她要远离她。啊，以后见到她要远离她。 就是他，谁要是沾上甩都甩不掉，还得是热心市民呀、啊。陆总，林氏集团六月份的成交额为一亿五千万，总比下降百分之三十。<laughs> 你怎么来了？陆成家，我不活了！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散会。 怎么了？这是谁欺负你了？除了那个贱人还有谁？他把我们的照片打出来放在小区门口，那些人见了我就像见了老鼠一样。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？太猖狂了，不能这样任由他闹下去。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要是婚结不成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林冉那个贱人，我来对付。厨房很大，咱们卧室在这边。 啊，右手边，这边呢属于咱们的客厅区域，呃，家具沙发都是真皮。咱们这个小区啊，环境优美，交通便利，呃，还有二次安保。二位看看有什么问题？江源，要不就这套？一般吧，跟你卖的那套比起来差远了。苏小姐，这租房子啊，毕竟比不上买房子舒适。 你看，咱们也看了一上午了，这套房可是上等房源，错过可就没了呀。那行吧，啊、嗯，好，先垫这套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个呢是租房合同，您签个字。哎、您是刷卡，现金，刷卡。哎。 陆先生，这张卡被冻结了，怎么可能？我所有现金都在这张卡里啊！呃、我再试试，您看还是不行。难道是林冉干的？不可理喻的疯女人，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能用出来，看来真是我小看她了。陆先生，您看这个合同也签了，这个钱谁付呢？孙远，要不你先垫着，等我解冻就还给你。 嗯，好。哎，陆先生，这卡您拿着。嗯，啊、谢谢啊，谢谢。真的，陆成江的卡都冻结了。他给苏青云花钱，我这里挣去一大堆，冻结他的财产，那不是轻而易举吗？不愧是我闺蜜，真机智。陆成江，他不好好做人，讲道理，他也听不懂。 我也只能出此下策。当初你死活不肯离婚，我还以为你会吃亏，现在看来吃亏的另有其人。这只是开始，在他孩子没有生下来之前，我绝不离婚。那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也折腾了这么久，是时候出去放松放松了。 成交，你回去上楼，假装好好跟他谈。他不就是想要钱吗？那你就多给他点要是再拖下去，我的肚子可就藏不住了。我会好好和他商量的。只要能离婚，让我净身出户，我也认了。要不是我怀着孕，我肯定跟他斗到底。你先把孩子生下来，再慢慢报复他也不迟。云然，你出来，我们。 喂，你人呢？我想清楚了，离婚的事情可以好好谈谈。你当我是乐器吗？想谈就谈，我忙着出国呢。你出国做什么？赶快回来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。本小姐业务繁忙，想找我去法国排队吧。是爸爸吗？你爸爸是红眼病发作了，我们离他远一点。出发，出发。成交 <coughs>，怎么样？李冉答应了吗？ 他出国了，他出国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就这样一直拖着吗？没办法，只能等六个月之后第二次离婚诉讼了。他这个贱人，就是诚心想逼死我们。程江，这场官司你一定要赢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放心，第二次庭审我们本来就有优势，加上林冉不出面，离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 让儿子久等了。他今天可高兴了，一直踢我，你听，真的动脚。今天过后，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一家三口团聚，他当然高兴坏了。就算是为了儿子，这场官司我也要赢。现在开庭，根据原告的证词，被告代理人还有什么补充意见？ 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向法庭提交，我将宣布庭审结束。双方还有异议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我宣布。我有。明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怎么来了？审判长，我有异议。法庭允许补充。我想请问，在女方怀孕期间是否可以离婚？ 法律基于对女性和胎儿的保护，女方在怀孕期间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。萧然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啊、林然，你又打什么主意？离婚的事情已经有了定论，我劝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我怀孕了，陆成江不能和我离婚。不可能！这半年我连他人都没看见，怎么可能怀孕？审判长，我要举报他撒谎。林然。 你怀孕是否属实？我有证据，这是我去医院做的检查证明。在法律面前，我不敢撒谎。请向法庭提交证据。小冉，孩子是谁的？经法庭检验，孕检证明是真的，这孩子根本不可能是我的。我要申请做亲子鉴定，现在就做。陆先生。 我们不能强迫孕妇做亲子鉴定，只能等孩子出生之后才能定论。林冉，你为了拖着不让我跟你离婚，真的是煞费苦心呐、啊！你哪来的自信？小冉怀孕是她自己想要二胎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倒是，这孩子确实和我没什么关系。肃静！鉴于女方怀孕，这件离婚案子暂时搁置。我宣布庭审结束，下面我宣判。 陆成江和林然继续维持婚姻关系。现在，闭庭。林然，算我求你，你究竟想要什么？只要你能同意离婚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现在有了身孕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多么好的事儿啊！又不用出什么力，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我把孩子生下来吧。 成江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儿子就要出生了，让他把孩子给生下来，我们儿子就要满月了。林冉这个贱人，竟然还想让我替他养这个野杂种，他凭什么？谁知道那孩子是谁的？这个贱人不是故意的才有鬼呢。这次不能再让他牵着鼻子走，只要能找到证明他怀的孩子不是我的，就肯定可以离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打听林冉这六个月到底和谁接触，一个一个查。 我就不信查不到。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调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与其花时间去找证明，不如给他安一个出轨罪名，而且要一击必中，让他轻易翻不了身。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还是家里舒服啊，妈妈，我的娃娃怎么全都不见了？ 妈妈才离开半个月，你们竟然把我房间的东西都搬空了，我忍不了。锁已经换好了，要不您试试？不用试了，就这样吧。谢谢你啊，师傅。好嘞，没事 现在舒服多了。嗯，这不是你的照片吗？哎，啊啊、怎么了？这是，贱人来过，他把我们的东西都扔出来了。先进屋再说。林然，快开门！林然，开门！ 啊，嗯哎、圆圆，快往左，哎、往,左往左，往左、哎。嗯，哎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嗯、我死了、嗯。林然一回来，准没好事。第一天竟然连门都不让我进，算了，先不跟他计较。如果再这么放任下去，他迟早会逼得我们走投无路的。忍一忍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嗯、林然很快就会落入我们的陷阱里。姑奶奶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跟圆圆玩得太投入，把你忘了，你还好意思说了。 要不是我打电话过来，你得让我等一天。我知道错了，马上打车过来。<laughs> 师傅，去红湖路。好。啊啊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前面有个小姑娘闯红灯，吓到您了吧？没事儿，以后注意点儿。对不起，姐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呃，这样，我这儿有瓶水，就当给您赔个罪了。您太客气了，我确实有点口渴了，那我就拿着了。 还以为有多难攻克呢，就这。喂，果然不对劲儿，还好我留了个心眼。喂，陆总，事情办的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了，陆总，你就进行下一步计划吧。 干得不错，我马上带人过来。先生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有人告诉我，我老婆跟一个男人进了你的酒店，我有必要核实一下情况。开门，先生，这不合规矩。你怕什么？我敢肯定，这里面绝对有奸情。 出了事算我责任。这，哎，啊，陆陆总你怎么在这儿？果然是你，老实交代，床上躺着的是谁？快说，是不是林冉？找我干什么？林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那床上的事，你想知道啊？ 青云，滚！真的给我滚！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陆总，我真不知道。我打完电话之后就没了意识，醒来之后就在床上。我保证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我是被诬陷了。你也给我滚！哎。 是精彩啊！这么狗血的戏码，也能让我看见？这是你做的手脚！你别乱咬人啊！这难道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清云，我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，你想给徐武下药，坐实我出轨的证据？只可惜，被我撞出个正着。 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不做事出轨，岂不是浪费了我的计划？林然，算你走运，让你逃过一劫。苏清雨，你也太贪心了。我说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安排，你插什么手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自作主张的。 以后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再有下次，我也保不了你。<laughs> 啊啊、成江，只要林冉从世界上消失，我就能夺走陆太太的位置。这是林氏集团股权转让书，只要你同意离婚，我在林氏集团所有的股权都可以转让给你。 我要这股权有什么用啊？公司交给你，放心。我再好好跟你谈，与其这样相互折磨，我们好聚好散不行吗？不行，我怀孕了，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你肚子里怀的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凭什么当他爸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这个爸你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你。 你们谁啊？就是这女的。那男的怎么办？男的嘛，一起绑了。绑什么？哎！陆长江，你又搞什么幺蛾子？快点给我放了！你有病吧？我要绑你怎么可能把自己抓进来？放开我！我和这女人没什么关系啊！你们放我走吧。你想的美！大哥，公主发话了。 说人在我们手里，想怎么玩都行。嘿嘿嘿嘿，你别乱来啊！我是孕妇。各位大哥，有什么怨找这个女的就行，<laughs>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陆成江，你真不是个男人啊！你救命！救命啊！妈！哎，你们搞我干什么？哎、<呦>他在那儿呢！怎么回事？还有反转？小子，我大哥就好你这口。<laughs> 我我警告你啊，可别拉着我。哼 <laughs>。 有好戏看了！哼，今天过后，林染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，而我会一步一步得到属于我的一切。滚开！别碰我！这么刺激！ 我这有止疼药，你需要吗？是你哦，原来这绑架是你搞的鬼啊！没错，是我要怎么样？谁让你不知好歹，像个赖皮狗一样缠着我们，逼得我不得不对你动手。这你恐怕要失望了，你都被绑架了，你的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给谁看呢？给我老实点，听见了没有？等等，你在这里，那里面的是谁？啊！啊 程江，<laughs> 啊、谁让你动他的？你不是让我们随便玩的吗？我让你绑的是女人，人不认识就算了，男女都分不清了吗？我大哥就喜欢男的。苏青云，原来一切都是你指使的，这剧情可真炸裂！程江，这都是意外。够了、啊。 我不想听你解释！居然打我！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要不是林冉他不识好歹，我也不会走上这条路的。你真是执迷不悟、啊！成交，你去哪儿？啊，钱还没结呢，你别跑！成交。成钱钱、啊，老板。哎、啊，两位大哥，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，你看你们的雇主都跑了，能不能帮我把绳子解开啊？我们拿钱办事儿。 你就自求多福吧，老板钱。哎，钱<吃>！狗男女，这良心都被狗吃了。接电话，到底去哪儿了？圆圆<唉>，你在家待着，哪都不要去，啊、我出去看看。啊？嗯，我知道妈妈去哪儿了。原来小冉在你手表里装了定位，你怎么不早说？ 这天杀的狗男女，我该不会死在你们手里吧？妈妈，妈妈，圆圆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冉，你真的在这里？吓死我了！幸好圆圆的手表里面有定位，不然的话，这么偏的地方，我肯定找不到你。阿言，你快帮我把绳子解开吧。好。嗯。 这两个没有人性的狗东西，竟然连绑架这种招式都使得出来，也不怕折他儿子的寿？狗急跳墙了吧？他们越着急，就证明我越成功。你还不打算和陆狗离婚啊？就这么放过他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那我那几年的青春谁赔给我？嗯，五倍楷模，学着点儿。阿言，我这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你帮我办出院吧。好，你在这儿待着别动，我去找医生。 一个人跑来医院干什么？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提前出生吗？嗯，催产伤害极大。苏青云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？难道孩子不是陆成江的？发什么呆呢？我怀疑苏青云怀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陆成江的。你说什么？ 这女的连陆成江都骗、啊，我也只是猜测，是不是真的，还需要证据证明才行。怎么证明？我出国那段时间，陆成江在苏青云的哀求下，将她安排进林氏集团工作。苏青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都要跟陆成江在一起，该不会真的是为了感情吧？你是说，苏青云很有可能趁此机会转走陆成江的财产？我要去一趟公司。 林氏集团是我父亲的产业，绝不能在陆成江手里毁了。嗯，好。公司这个月营业额才一千多万，再不想想办法，都等着卷铺盖卷走人吧。杨经理，我们也不想。就是，陆总自己都不上心，竟然把公司交给苏助理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人来管理。嗯 手底下的人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恐怕连杨经理您的饭碗也不保了。就是啊。哎呦，挺热闹的。林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视察工作呀。怎么样？公司一切都正常吧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林小姐。 好啊！我要是再不来，公司都被人搬空了。长江，工作再忙也要注意休息，喝碗鸡汤吧。嗯。哦，昨天是我不对，不该动手打你。嗯，本就怪我自作主张，我不怪你。我知道你心急是为了儿子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为了补偿你们呢。 我准备将林氏集团百分之十的股权转让给你。我要这些股权做什么？我和你在一起又不是为了这些东西。你就听我的，最近林冉一直在给我使绊子，我没时间和他周旋了。股权你先收着，总有一天我会给你和儿子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我相信你。 谁呀、啊？我去看看。怎么又是你？你好好看看，你精心呵护的女人到底隐瞒了你什么？林冉，你是阴魂不散吗？走到哪儿你都能闻着味儿追过来。怎么了？ 你怀的是谁的孩子？你说、啊，我怀的是你的孩子，还在撒谎。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八个月，而我们才认识七个月，这根本对不上。嗯、苏青云，没想到你如此居心叵测，怀了一个野种来接近我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明明已经做的天衣无缝了，我，你买通医生做手脚。 已经被我举报了，看起来也没那么天衣无缝。都怪你！我明明已经快成功了，是你次次阻拦我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完没完？啊、闹够了没有、啊？我的肚子啊，好痛啊，好痛！啊好痛啊、他流血了，快送他去医院。啊啊啊 怎么样了，医生？大人没事，孩子没能保住，可惜了。孩子是无辜的。苏青云背叛我，公司情况也是每况愈下。林冉手里握着林家留下的遗产，这个时候不能跟他生气。林冉，我们和好吧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一直不想和我离婚吗？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 永远不能没有爸爸。我们不闹了，一起好好过日子吧。你就不怕我给你戴绿帽子？我背叛过你一次，你也背叛过我，就当是我们扯平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孩子是我在国外做的试管婴儿，别把我跟你这种渣男一起比较。你竟然会去做试管婴儿？我自己亲自挑选的基因，可比你不知道强多少倍。你还真拿自己当一盘好菜、啊。既然是试管婴儿，那我就更不介意了。 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吧。你不介意，那想不想和好，不得看我心情啊。你说吧，怎么样你才答应？我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让出总裁的位置，把公司全权交给我负责。这，你想清楚了，过期不候。我答应你，不是让，是还。 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小冉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。离婚协议，林冉要跟我离婚？没错，我作为林冉的委托人，亲自来跟你谈这件事。条款我已经理好了，所有财产归林冉所有，你净身出户。鉴于你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存款，所以圆圆的抚养权也是林冉的。不可能，他说我把公司给他，就不跟我离婚的。离不离婚？ 你说了不算，法院传票，你们早就算计好了，要么签字，要么法院见，你选吧。 苏青云在公司期间，利用你的名义将公款转移到他的名下，检察院很快就会出现你的名字。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程江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你还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程江，以前是我骗了你，可是你也让我失去了孩子，我不怪你，你原谅我好吗？你还有脸跟我提这件事儿？苏青渊，要不是你，我也落不到如此下场。 别然那个贱人抢走了我的一切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都是你自己没用。要是听我的话，你也不会输的一败涂地。你闭嘴！我有今天的下场都是拜你所赐。啊啊、狗男人，你给我去死吧！啊啊！啊不会真死了吧？嗯嗯嗯嗯嗯。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，又拉又拉，才刚出去这么一会儿又拉，谁照顾你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霉！嗯、哎呦，林小姐来了呀！最近你照顾病人辛苦了，<laughs> 这个工资先结给你。<laughs> 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嘿嘿嘿嗯 你最近过得不错嘛，面色都红润了不少，就是这样子有些邋遢，还是不要让圆圆看见的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苏青云因为故意伤人已经被判入狱，你们俩还真是般配，看来这月老的红线分配还挺到位的。哎呀，你就好生待着吧，公司没了你都已经上市了。圆圆呢，我会继续抚养他长大成人。 更会告诉他不要瞎了眼看上渣男，成哥，哎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你想怎么照顾就怎么照顾，不要有所顾忌啊！好，明白。叫 <laughs>，你再叫，打烂你的嘴！我们走，回家。 18, we were undergrad.